爱你。OK， 秋梅来讲一下话好吗？好，好，我也想跳舞。其实我们这一次呢，真的很难得啊，有秀美这么有经验的这个领队带着我们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表示这个感谢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歌舞表演。哦，欢迎我们，对，我们两个有一个歌舞表演。歌舞表演就好了。是必须的还是儿还是什么的？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是做老师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做这个。老幼咸宜的这个舞蹈，比较咸的那种，新鲜一点。哎，所以年轻人不在这里啊？你儿子呢？没有，年轻人去，然后碰到他去吃饭去。没有，我只是说他儿子。那我们每一个歌舞表演呢，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这个呈现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idea 呢，是这个安琪还有李华啊，他们想出来，还有大姐，就说我们其实是大家 BB 啊，就是我们大家这个集思广益的。那希望在座的观众能够欣赏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一个要表演的，请这个上台。一般男人都上去表演了嘛？对啊，都变半个男士们。在下面可以跟我们来换后排了。对，在后面。对对对，那我就做这些。就你穿上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站在两边，然后中间要给空了嘛？你们站在我妹妹那个谁？妹妹，东东，你们站在空了。你们是准备排演呢，还是准备来表演？哎呦，我进了！哎呦，这么漂亮！哎呦，不行，这样才不够。别跟他过来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无功不受禄。什么叫？不是叫你去坐，站在那旁边。来 ，OK， 好，来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唱一个母亲，母亲。好，两位，我们先唱第一首歌《爱的礼物》。熟了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
心的爱的祝福，我们还有满心关怀跟爱，无限爱的友情的礼物。拜拜。没有跟他拜拜。来，秀给大家看礼物。转过来。哇，怎么讲啊？戴上。这是大姐，因为大姐她本身是以前开珠宝店的，她有 CIGIA 的那个。Steve 帮他戴上 ，Steve。这个没有 Steve 的权利了。这戴上就酸了。我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喝的那咸不咸？还没有完。还没有完。当然，我们还要唱一首歌。没有。这个。没来唱一个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。还没有完。还有。这边是。Bibi， 每一个家，每一个家庭的特色 ，Bibi 用他巧妙的双手。画出来，你们可以猜出谁是谁吗？然后呢，我们满怀的祝福写在这个纸上。不够。我们现在下面要唱一首歌，是因为我们相聚非常的偶然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快乐的旅程，真的非常感谢秀美。而且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大家都把肩膀搭起来，所以你们全部要搭起来，要 ，OK， 我们要跳，摇，来，前面肩膀，前面是摇啊摇，后面摇还不行。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以唱个歌，现在在唱偶然，要唱祝你幸福。这边你要当花，早起了，昨天晚上想一个晚上想到这样子。然后唱了我最喜欢的歌嘛。没有，还有其他有，我们感谢他老板给他 roaming， 所以呢，对对对，唱出来了。OK， 好，来，北汽。心头，你。
心头，你瞧。Thank you.